终于排在第二辆了，龙哥就在这里睡着了。你是小宝宝吗？啊？什么小宝宝？怎么瞌睡那么多？我躺着休息一会儿啊。人长得短真好。猪包养，猪包养啊！哎，一下，我给你登记是吗？登记。要拿啥子行驶证跟身份证吗？保养手册、门卡或者行驶证的哈。保养手册。这个是清洗的嘛？哦，这边是洗那个油路，洗油路是500，然后这个是加那边1100，对，做保养的1193、嗯，是包括了那个更换防冻液、防冻 液的水箱清洗，水还有火花塞。这个火花塞的价格的话，因为我现在查不准，都以实际出库为准，那个相差的话应该不大。哦，好，那就先做这个嘛，1190那个。做完了，如果没得啥子那个，我们就要这个也要做。这要签个字，再签个字，把提示你贵重物品带去。好。这里还好，可以进去啊。工作人员说我们今晚接不了车，所以我们就取消防冻液，因为晚上想着要把车开走。真好高，现在再把车升起来。它那个好重。我们去那么多四 S 店，就只有它这里能升起来哈。很多四 S 店它都没有这个。嗯。所以在这里保养还算好的了。换这个齿轮油，就安全一点嘛。这里师傅都在加班给我们做保养。你饿了？肯定饿了，都7:30了。待会我们保养完，我们就去吃东西。他们说，我们这车坐了还要有2-3个车，那他们不是11点才下班？对呀、啊。好辛苦啊！对啊。保养完了，准备走了，发现这个为什么发动机这个灯亮着呀？黄色灯亮着呀，我叫他去过来看一下吧。对啊，你叫他，赶紧叫他去。我们来都没有这样亮哦，现在保养完了还亮着嘞，奇怪了，都亮着。这个亮着，工作人员就懵了。来的时候还不亮啊，换了好像说换了火花塞还是什么，就这个呀。我们是做了什么项目啊？他是做了什么原因才这样子的吗？换了个火花塞嘛。嗯。然后还有什么润滑系统、清洁剂，还有那个制动片，就是那个刹车片嘛。嗯。换了刹车片，然后制动液。燃油滤器、滤清器、齿轮油、机油这些正常哈。现在热车打火就没事，它跑了一下，然后那个就不亮了。嗯。他说明天冷车的时候再试一下。对，冷车着火，他说现在热车着火不会。现在走了。嗯。他说要换个门出去啊。嗯，这边门已经出不去了。到后面的那个。我走一下看一下有没有那种卡顿的现象，因为今天来的时候。还有东西掉了，应该掉了很多。我去捡一下。什么？为什么我踩刹车感觉就是没有平时一下就擦得死的那种感觉？我上去把东西收拾一下。他刚刚应该开得很快，刚刚那个工作人员出去兜了一圈风，要看一下这个发动机火花塞有没有重新出现了标志。啊，谢谢。是左边右边？啊，最右边。嗯、右边。我发现它这个刹车好像调得好高啊，不知道调到哪里了。没那么灵敏的是吗？你看，它会走的会顿一下，顿一下。对呀、啊，这个没有改变我，为啥呀？我要自己跑一下。
不行了，它这个刹车没有之前好刹了，就刹车的感觉没有之前一下就一下刹的死嘛，它一刹的往前面会冲很远的那种感觉。我刚刚在他那里倒车，我就发现这个问题，不像之前那个刹车一下就好刹。你看，走了好远哦。对呀、啊，这在高速路上很危险，那怎么刹呀？你看啊，这么慢的速度哦，20的速度，一下刹不死哦。20的速度哦。嗯。你看，现在是十几的速度啊！你看啊，我现在踩刹车，就是要踩的，就像踩离合一样，就是要全部踩到很底。以前就踩一点就行了，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去。这个刹车不知道是为什么，也很危险。还有几圈？啊，他那个刹车没弄好，就是转弯的时候踩着没感觉。就跟踩离合一样。对呀、啊，刹车距离太长了，感觉不好停车。踩的累、就要踩得很死，而且我是在20码的速度。如果是，哎，那个刹车不得行哦。啊？那个刹车就是踩下去就跟离合一样，要踩得很下去，就是说间距要踩那么长，它才刹得住。踩刹车？它不像平时就踩点点，它都有那种反应，它那种点刹是没有任何反应。就是一下要踩到最下面，它才有感觉。你看，而且我刚才是20的速度。我想我告你，我告你。是吗？分泵有点问题，分泵不回位。分泵小子。那个做啊，因为、分泵小子不回位，那你把车要得，明早上给弄。需要我，你要送回去要把客服。踩刹车分泵还不回位。怎么？分泵踩下来有一节是空的。对，我跟你说，刹车没有任何感觉，就像踩离合一样的。它现在就是空的。就是分泵不回噻，那个就是嘛，前头就是空的啊，这明天该弄了呀。我们现在打车了，打了一辆出租车，现在回去。这一千都花得爽吗？花了5个小时都没花完，明天还要接着来。就是刹车片换了之后，它要调很多东西是吧？不调的话，踩起就像离合一样啊。你先把那个刹车给它踩到位，踩硬把刹车，晓得不？你不踩它，就是中立的嘛。你跑起，那个东西刹不住的嘛。我们现在到了，打了40块。就从那后边那个门，就那个那。现在我们去 4S 店，上午10:30了，他给我们打电话，要我们过去拿车。要到滴滴了，要到滴滴。你好。我们去那个。汽车店。那边是吧？对，见过汽车 4S 店了。好的。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 4S 店。走吧。看到我们房子了。哇，上午的车更多哎，维修的车更多。我们拿到车了，现在回去了。我们昨天下午4:00过来保养，然后隔了一个晚上才拿到车，所以回来保养的可以，早点过来，早上来。虽然早上可能排队比较多，但是当天就能拿到车。